面全是也不知所措，慌张在路口动也不动，等英雄的拯救。可是也尚需要等很久。晚安，欢迎来到第39届玉美奖颁奖典礼，快一点的现场。让我们欢迎典礼主持人杨毅、胡瑞成。记得胡瑞成，我是广电系大二的杨毅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玉美奖颁奖典礼。理念啊，因为这个是儿童节目，然后我是把自己，因为每个儿童节目都会有个大哥哥或大姐姐，所以把自己化妆成大哥哥，然后就把那个物体，就像我这次介绍鱼类的一些知识，所以把鱼类拟人化，就是对小朋友会比较亲近一点，对他们比较会想要去听鱼，鱼怎么会讲话呢？然后鱼他帮他介绍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，这样。艺美奖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它其实是一个给全台湾大专院校的学生，只要你还在校，你都可以把你的传播作品给寄过来，然后我们都可以参赛。是，艺美奖是让学生们发挥创意，展现我们自由，展现我们创意的平台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因为主题不限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大学生的小金钟。对，金钟奖没有错。我当然也会觉得每年都有特别杰出的，那一看一眼就知道了。那有些就会有些作品就是很明显的不纯熟，或者是说它空有画面，但是它不晓得怎么去讲一个故事。那在题材上面，我也都觉得我有时候还会接触到有些科幻的或更幻想。那我觉得这个题材上面的开发，我也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向。那但我其实更希望，以一个老师的立场，我其实会更希望你们写一些你们身旁周遭你们会感受到的事情。艺美奖这个活动算是就是我们整个广电系最大的活动，然后因为从上一届学长他们是因为最原本的艺美奖是只有办我们系，可是他们扩办到全校，然后就是看到学长办那么成功，然后我们就想要办到全国，然后其实我们这一次也真的就做到了，就是有远到比如说屏东啊、花莲都有人来投稿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就是虽然过程很辛苦，都有做到感动。大赢家，那我们第39届艺美奖颁奖典礼正式的结束了，大家晚安，明年再见，拜拜。